前面那个十字路口要右转哦。OK， 然后右转之后再左转。哎，前面有个弯，那边很难弯哦。哎，放慢点。哎，不要开那么快！哎，超车的地方就是前面的五连发夹弯。我不想死、啊。内火把三技能发售，这中华麻酱凉面看起来还真普通啊。这是什么味道？看似路边就能买到的凉面，却藏着中国文化悠久的结晶。这道菜实在是太深奥了。妈的，死蚊子！不一样吧？玉子市场的玉子是双马尾呢，冰果的爱柳是黑长直，一个眼睛是蓝色，一个眼睛是紫色。你要找的应该是冰果的千板田爱柳吧？那个胖子明明自己就最宅在那边装，